现在我们来请房人，现在是早上的8:45，9点开考，然后我们现在要开申，然后等一下就到我了，我是第8个好像。唱完了，唱的哦，无法言喻，真是。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宿舍了，给你们看我礼服，是不是很像青花瓷？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宿舍了，然后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期中考，但是唱的依旧是这么烂。你看他今天穿的露腿性感装上场。我们现在回宿舍了，现在才10点钟，然后今天接下来就没有事情做，今天中午去吃饭团，给你们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学校的饭团。我们现在也回到宿舍了，明天就要发视频了，今天我还没有剪辑好，我明天发的就是要现在录这个视频，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弄出来，现在就开始剪一下视频，然后等一下中午就去吃饭团，下午就要去看电影吃饭，这样就是无聊的一天就这样过了。我了，你告诉我是什么鬼？就是你把我胸肌给撕了，把我踹身体给毁了。不，你来这干嘛呀你？全是5500，还有2份误工费，24300，不让价，给钱。24300，你知道我踹身体花多少钱吗？光鲜花就20000多，还舔着脸问我来要钱，赶快走啊，不然叫保安了，立刻马上。你是要叫保安还是要叫保姆啊？叫
喜欢怎么了？宁飞，你插双翅膀你就是个天使啊！你明明趴着这就是个癞蛤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青蛙王子啊？你看看你穿的尿不湿，你还好意思你要去求爱呀？When you fall asleep inside my arms,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